大家好，欢迎走进青岛市城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PEPP 骗财设备。这个是电器控制系统，采用西门子、台湾台达等知名电器产品。PLC 全自动控制和监控整条生产线。电机设备采用一级能耗节能电机，节能省电，产量高。高效单螺杆挤出机采用双合金螺杆，抗磨性好，塑化率高，容体均匀，生产连续稳定，寿命长。快速液压化网装置有效过滤掉塑料容体中的杂质，采用优质合金钢，不漏料，不停机化网。容体计量泵显著提高磨头压力的稳定性，国内知名品牌，抗磨性、密封性非常好。片材模具流道及外表面镀硬铬处理，流道抛光处理，磨头材料为优质合金钢。立式三滚压光机，三只滚筒线速度同步，定型稳定，精度高，使制品厚薄均匀，表面平整，可根据客户样品定制各种花纹滚。环冷托架，冷却效果好，平整度高。牵引装置，牵引稳定，胶滚耐磨，不易脱胶。张力控制系统，为了让板材在裁角和裁断的时候保持板材平整。裁角、裁断、折弯，全自动一体机，四幅电机控制，精确度高，稳定性好，可实现在线不停机裁角、裁断、定长折弯，节省人工和成本，可根据客户制品要求定制尺寸。